哎哎妈呀！啊，那又刨了花生。这是给俺没穿的。这个我爸帮我干活，咱心里边也不得劲儿，是不是？这么大岁数，咱也不想动。咱也心疼。这不，但凡能咱自己干了，咱都自己干。我再唠一唠的话，我和俺妈是姐们儿。啊，你等会儿。哎妈，这玩意儿这是俺爸的家把事儿，这玩意儿我小时候都记得，二三十年有了哈。这三十年给你。啊，三十年，快四十年了，这个、快四十年了，老结实了。干点工，干点工的东西，这这个东西。家不是，姑姑都把拖鞋给你刷干净，你看看，那，那算了吧。等感觉不，你回去给他吃上药去，该吃点饭，该吃上药去，那感冒药。昨天空调突然之间。不灵，俺以为怎么个情况，原来是条咋了，还不知道。昨晚也没打空调，今早是昨晚打电话给俺爸，叫俺爸来看看空调，结果人家俺爸一来说，是不是条咋了？你看这条咋了？就你说昨天也没看看条没条咋的，昨天晚上跟谁睡的觉啊？老邓姨妈妈，两个都睡过呀。吃面条吧啊，没有鸡蛋了，没放鸡蛋，就。宝宝锅把那个海带的那个调料倒进去啊，你还挺有招的嘞。就就他那就是弄热水冲当汤的那个。啊，这什么？要小鱼儿啊？啊，鱼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早晨不吃，早晨还吃鱼吗？奶油对了，啥子？啥子？啊，有没有能听懂了？奶油对了，好吃，素菜儿。奶油对了，啥子？啥子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你笑死了，你这小闺女。反镜头干嘛？嗯，不会。看不见，看不见。不是，你把那个手机那个地方右下角有个和个照相机一样东西，点一下就好了。大家。小女人一点。你给我嗓门小点，别吆喝。走呀！啊，走。别，咱出去玩去哈。别把我那些洪荒之力给爆发出来啊！应该。大家中午好。那个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天气晴朗，我们应该去看看我的父母，心情美美的。啊，对，我的父母不是，我妈妈不是住院了吗？不是，我妈妈出院了，腿做手术了，现在行动不方便，我应该去好好照顾她。首先呢，给她买点菜哈。这个父母岁数大了，需要我们照顾，他们养我们，他们养我们小，我们要养他们老哈。应该换个漂亮的衣服去见，去见我的妈妈，接见我的爸比。啊，妈妈，我们要去见见姥姥了。这谢谢我们亲爱的姥姥。等等你呢？等等我呀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走吧。等等呀，等你。好，走吧。来，走，出发。快走下。啊！你拖着我。我开车水平不如你，我骑电动车水平肯定比你强。这是不是超载？你是前面。这还有个小的，我看看来。哎哎，哪去了？偷！哎，呜、哦！我们要出发了。先去买点吃的什么东西，然后再上俺妈家去哈。怎么弄？小猫怎么弄呢？啊，就这样，这样点一下。这小猫就是点，见识时间长，也不害怕。还有鼻子呢，小猫有鼻子，鼻子是粉粉的。还有这个。好，那个阿姨都给你扒好了，是吧？谢谢阿姨。哎，谢谢阿姨，就接手就吃。看看这大包小包的哈。这吃完饭了啊，在家吃华盛嘛，俺、爸去弄了华盛。不去了，我现在你管啥，你咋好点给他，让他自己活，他也得剩的，得剩的。那你家没给买的西瓜，买的大枣哈。知道你爱吃，给你买榴莲。家弄事儿。快吃吧！哎呀妈呀！好，两个手把着前面，两个手把着前面，这把着这里，手都把着这里。不对，你上的不对，应该是。好，上。好，往前骑，加油，蹬，不要去鞋啊！好，快走，往前骑，对，往前，加油，哎呦，你还记得吗？这老邓姨买的呢，
你邻居从窗就滴进来这个、啊、这个烫了啊，干就用手擀的，这个是真的用手擀的，用手擀的章鱼汤。三姨，你人缘不错呀，嗯哪位？你都帮忙，你说对的。嗯，后边大妈你就擀的汤，搁窗上就滴进来了。哎呀妈呀！这两条腿，这两个大把，你看、啊，哎呀妈，一个腿上一个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要小命了。行，这是比那长。啊，你就这两个这样苹果，这个棉了。这棉乎乎的。这是这一棉棉。嗯。哎妈，咱出来说话，俺妈着急，俺妈也着急。从这儿到咱一样。嗯，真是，我记得小偷这苹果够大了啊，那越摆弄越小。谁是谁？就是，嗯，那长着点儿。嗯。这是干了，俺吃干了。我再唠一唠的话，我和俺妈是姐们儿。哈哈哈！给我唠了，给我唠上十分钟。看看你等我七夕谁能什么样？好啊，那银子在家照顾好自己啊，花花啊！我有钱了，我再过来看看你哈、啊。下次再可别遭这个罪了，我的妈，扒层皮。嗯，你看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嗯，你要是老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嗯。看这油子了，我给你装点吃啊。啊，妈妈来了，你不来怎么还酒嘛？哎呀，抢第一名啊！第一名，哎，抢第一名，哎呀，抢第一名，第一名。到肉汁那吃，这是馋的呀！来，吃吧，肉汁那好吃，素菜儿。啊，好吃点肉汁那吧哈。怎么说的来着？妈妈又吃了，咬不动。咬不动，妈妈咬不动。妈呀，也咬不动啊！肉汁那好吃，素菜儿。哎呀，我买了个榴莲。嗯。哎，给我一块儿。哎呦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嗯。不客气，那小嘴吃的跟个小猫一样，真开心哈！谁让他也爱吃哈？嗯，谁让他也爱吃榴莲？那妈妈怎么弄？胳膊怎么弄？哪么弄？啊，这样，这样抬什么？咱俩抬妈妈吧。行行行了，咱俩抬妈妈。好，那你下来抬我，下来，来，下来抬我啊！和老邓一样抬我啊！嗯，抬啥子呀，老妈？好，和老邓一样坐。俺们就会把的，好，我上了啊，我上了啊，好，上了，我支持。哎呀，这我怎么能是亲的？你推不进去，不是，让我进去啊，啊，我后点，听我后点，好，等一下啊，好。哎呀，一拜，姐，姐，加油，加油，是，加油，加油，咱一起往前走。给你了，行了，给你一个太晚了，给他了，预备起啦！哎呀妈，来，来花椒，上花椒，哎呦，嘿，行不行？行不行了？师傅，行不行了？啊，不抬还哭，哎呀，自己还跑那个房间里边假装生气呢，还得，嗯，生着气啊，时不时的出来看看有没有人来管我，没人管我的话。哭的声音再继续大一点，看看老邓阿姨过去了之后，立马啊！谁呀？这谁呀？妈妈说是谁？感觉全长心眼了，是不是啊？躺着刷手机，哎呀，我又看见评论区里边，或者是说有专门私信我的，刚才有个人就说，在我直播间新疆买干果买了四单，都不好，失望了，再不买了，买了几单。没有一单跟直播间说的一样，气死人，以后再也不买了。真的我都觉得怎么不一样哈，哎，吃的用的什么我自己都买哈，这是我自己买的到货了哈。你看小甜杏干包装一样吧，但是我买的干干净净的，8月1号的呢。这是无花果干，对，说无花果干又小，你说这个无花果干它本身就有小的有大的哈。那不咱正常买的无花果干那不就是这么大的吗？你得有，你得让它多么大，它就是小无花果干，根本就不是小吧，它也是品质好，它不是说那种乱七八糟了，或者是说就是小了要小命。有的说嗯怎么像个指甲盖那么大小，指甲盖怎么说跟指甲盖怎么比。这是我买的大枣，我这次买的就是那个大的，贵一点的，69.9元三包大枣，这次买的贵一点。桑葚干也有说有问题的嘛，桑葚干的颜色太深了，妈，桑葚本身就是个黑色了，发紫的。不是，它现在是个口感最好熟透了的。对呀、啊，熟透了，它本身就是发紫的。嗯，你不熟的那种桑葚干，桑葚做成桑葚干太不好吃呀。咱不是说了，
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新疆发货的，新疆发货它运费高，人家品牌方啊什么的都想着说降低一些成本，人家也为了挣钱嘛，所以就全国各地多仓发货。其实你现在你看一下，不管什么货品，其实他们都是不光是一个仓库，全国各地有好多仓库就近的仓库发货，是不是？那对还快，你发货还快，费用还低。人家是比如说像这个，它是从陕西发货的。有的姐妹们，特别是姐姐们，你这就是什么？就是说挂羊头卖狗肉，你这不是新疆产的，你这不是新疆的东西，你是从陕西发的货。人家为什么降低成本？人家是用个大货车，不是这么一包一包的，人家是一箱子一箱子，一袋一袋的运到陕西，在陕西加工完了之后，在陕西做成这一袋一袋的，再从陕西给你发货，行不行？姐妹们，里边的东西是一样的，里这个东西是新疆产的，标注上写的是新疆的东西，它就是新疆的东西，它不可能造假哈。哎呀，俺爸弄着菜来了啊！哎呀，啊！那又刨了花生，这是给俺们尝的啊，新鲜花生给俺们尝。啊，好，好，你这个你倒回去，你看看，叫你俺妈给邻居什么东西，你就那个俺那个姑儿老给俺妈买东西买什么的哈。这个家里边还有点那个饼干，你拿回去吃吧。啊，哎妈，好，等我给你发工资啊。俺看，把削一个吧，你削一个吧，快点削一个。哎呀妈呀，姐妹们，你说我这一天到晚我都叨扰自己了，你说姐妹们，你说没有人帮我，你说好不容易有点人帮帮我吧，有点让我啊，这个也是我的恩人，帮着我看孩子。你要记住了。哎呀，对呀，你快点吧，挣的钱分给人家一部分。哎，那爸，你每次回来又费爹了。你说这一次山口回来，咱不是因为山口身体不大好吗？这不我和俺爸还能干得动，你说就我和俺爸多干点吗？你山口你本身就胃肠不好，吃饭吃的少，你说你大老远来一趟，是让人家来玩玩什么东西的，是不是开开心心的？你说哪好意思是让人家干那么些活，你得干，你得等人家身体好了再干吧，是不是？我爸帮我干活，咱心里边也不得劲儿，是不是？这么大岁数咱也不想动，咱也心疼。这不但凡能咱自己干了咱都自己干，所以就说每次吧，俺爸那什么东西了，我都给他发点工资嘛，你就给点钱，咱心里边得劲一点。那老人现在缺啥？就缺钱儿，是不是？有口吃的，能吃饱了，饿不死。是缺钱，是衣服你也买了，吃的你也买了，然后也就是在那从钱上补充了。对，你别看俺爸平时穿的不咋地，我这次回来真的是衣服鞋子，就除了裤衩子没给他安排，衣服鞋子裤子都安排了，就是有时候放在哪里他不知道，其实他有衣服。我都买了，给山口买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这个衣服，价位还合适，有俺爸能穿的码，我也给俺爸买一套，也希望俺爸跟我出去直播的时候也穿个好看的衣服，穿上。啊，给俺爸转个1000块钱吧，啊，转1000块钱吧，也一个是说留着他买菜什么东西的，给俺妈买菜。这俺爸给我，这是俺爸给我，给你钱，哎，对了，快点。哎，我给你放这儿了哈。你上去以后给我俩联系。好，我等把那个截图发给你哈。好，哎，孙芳，上去。好，把阿梅送走了，我得赶快回家，别等我闺女再醒了。哎呀，阿梅这老伙计来风风火火的，本来说能搁这多住几天，结果呢他闺女又得上班。哎呀，他这又得回去看孩子，所以急忙急火了今天回去。哎呦，你睡醒了啊？